朱子治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庙内外整洁，祭婚便席，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一味与而筹谋，无灵可而绝景。自奉必须简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直而洁，瓦否甚金玉，饮食约而精，原书越珍馐。勿淫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食淫道之媒，必美妾娇，非闺房之福。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生勿其简朴，教子要有一方。勿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无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煦。刻薄成家，礼无酒享，伦常乖喘，利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分多论寡；长幼内外，以法素辞言。听妻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则家婿，无所重聘；娶妻求淑女，勿计后廉。见富贵而生产荣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交态者，见莫甚。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事戒多言，言多必失。无事事利而临逼孤寡，无贪口腹而自杀身情。乖僻自恃，悔悟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侠逆恶少，久必受其累；屈至老臣，急则可相依。倾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赠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失慧勿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嫉妒心；人有祸患，不可生起信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暴在妻女；逆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家门和顺，虽庸孙不忌，亦有余欢；活客早完，即囊驼无余，自得其乐。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恕乎敬焉。朱伯庐书。善书总目回主页简体版般若文海网站。名称：简介。净空法师近期讲演节要。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_html 反斜线 images 反斜线 list_cover 反斜线 chin_cover_small_jpg 封面。这本小书揭露了净空老法师近年关于促进世界和平的讲演内容。就现前世界的纷乱不安，净空老法师认为冲突的根源在于家庭，夫妻的冲突，父子的冲突，兄弟的冲突，学校里师生的冲突。又认为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人，理应和睦相处，平等看待，同心同德，共同化解世界一切冲突，
为世界永久和平努力。下载此小书的文字档案，只提供正体字版。正信的佛教。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com underscore html 反斜线 images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genuine Buddhism underscore cover underscore small jpg 封面。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佛陀教育。佛教不是迷信拜神求福，学佛就是要了生脱死。佛是觉者，佛不是什么宇宙创造者救世主。这本书是圣严法师以问答形式对正信的佛教做出简明阐述。笼统来说，佛教今天变成四大类，以把佛当成哲学来研究，这不是学佛，是在佛学研究。二，把佛当神拜祈求福报，要小心这两种都不能帮我们了生脱死的解脱，证的无上证等证觉，最终亦是在六道轮回。三，断章取义邪师说法的佛教，以骗取善信钱财为目的。四，正信的佛教，学做佛了生脱死，破迷开悟，看破放下清净平等正觉念佛。诚望大家看过此书后对佛教有正确认识。特别推荐净空老法师接受访问，深入浅出阐述佛教是什么。正信的佛教粤语有声书 MP3 格式。走进佛教。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com underscore html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publication 反斜线 Buddhism underscore cover underscore small jpg 封面。世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人命在呼吸间，意思是说，人的生命是短促的、脆弱的，一气不来，便属隔世。这就是佛在经中一再提到的无常。死后便会依人的善业、恶业，随业流转，轮回六道，上天堂还是堕落三途苦、地狱、恶鬼、畜生，又或再可得人生。何去何从？若说人死如灯灭，并无业因果报之事，那为何不去作奸犯科，要安分守纪，正是自信之道有可畏不可畏之道理。这本书深入浅出，以简单白话文把世尊的教导，阿弥陀佛及其西方极乐国土净土持名念佛法门等等向读者介绍，此书绝对适合初学佛的同修阅读，加上引用很多世尊曾说的生动故事来说理，如旅途孤客、四个太太、盲龟玉符板孔等等，寓意深长，能令读者有深刻体会。师大弟子传。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com underscore html 反斜线 images 反斜线 disciple 反斜线 disciple underscore cover underscore small jpg 封面。本师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皈依他做弟子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何止千千万万。星云大师特意介绍比丘中最有名的十大弟子。
我们在末法时代荣幸的也做了宇宙第一圣佛陀的弟子，缅怀先贤十大弟子的事迹，时有很多可做我们修学的归鉴。星云大师很努力从藏经中搜集有关十大弟子的资料，一点一滴才能完成此书，故不能错过阅读。 Heart of a Buddha 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public.com/html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publication 反斜线 book.com/of/heart/small.jpg 封面。 Do not dwell in the past. Do not dream of the future.Concentrate the mind on the present moment. Even if everyone else is not doing good, I alone will. Even if everyone else is doing wrong, I alone will not. 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中文版 English.父母恩重难报经是释迦牟尼佛远在3000多年前向我们芸芸众生开示，道出母亲怀胎十月之苦，父母终日担忧儿女之苦，世人实无以报尽父母养育亲恩，不管孝子或不孝子女，欲的报答父母恩，当书写派发诵读此经，能做此事者，诸佛拥护，生生父母的升天上，受诸快乐，离地狱苦。由是因缘找到此经英文版，加以整理上载，欢迎有心人把此经及中华孝道向英语世界的朋友介绍推广，功德无量。The Buddha speaks the sutra about the deep kindness of parents and the difficulty in repaying. It is an ancient book illustrated by Buddha Shakyamuni 3000 years ago to enlighten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deep kindness, love, and incessant sacrifice by parents for their children.To understand Oriental filial piety, this book is highly recommended. 孝道 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斜线publication/chapter/斜线publication/affiliation/filial.com/cover/small.jpg 封面。孝道是中国传统固有的美德，旨在推弘固有的伦理道德，有感孝道是为必及劝孝书刊传播，以提醒人对孝道之重视。本书引古证经，启发孝道报恩。弟子规，弟子规英文版。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public.html/chapter/publication/cover/small.jpg 儿童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先入为主，及其长而不易变，故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凡为人父母者，在其子女幼小时即当教以读诵经典，以培养其根本智慧及定力，更小以因果报应之理敦伦尽分之道，若幼时不教，待其长大，则习性已成，无能为力矣。《弟子规》一书希望能为天下父母师长们再次重视并向我们的下一代做出教导。
特别推荐蔡礼旭老师主讲《弟子规》MP3 及《弟子规》国语读诵和广东话读诵。《弟子规》图说 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com/html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publication 反斜线 lisa.ue/smalljpg 夫亦复得 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com/html 反斜线 images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cover.morally_cover_small_jpg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好坏小则影响到每个家庭成员的身心状态，大则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维系。每个成年人都希望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那么如何才能营造幸福美满的家庭呢？那便要做到夫有义，妇有德，自求多福五戒。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com/html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publication 反斜线 fibrosum_cover_small_jpg 封面。学佛必由戒定慧入手，并以戒为首。末法的众生根基较钝，不能一下就见性，故必须以戒为师。戒律是要帮助大家解脱生死，不是给大家束缚。戒律是超生了死的根本。不懂戒律，无形中造了许多过错，虽有行功立德，也入不敷出。有戒律约束，可以减少许多罪业。各宗各教都有戒律，只是名称不同而已。人能持戒修行，才有力量上升，突破因果，没有修行，能力自然下降。学佛的朋友，此书只给有缘人阅读，现已看到还不当下断恶修善待何时？不可思议的因果现象。 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com/html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publication 反斜线 unbelievableinq_cover_small_jpg 封面。此书是云鹤教授对因果现象的观察研究报告，此书告诉人们有关因果现象的现代真人，真是令人感到震撼。要怎样收获就要怎样栽。 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com/html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publication 反斜线 www.wattyuchat.com/cover_small_jpg 封面。此书是云鹤教授不可思议的因果现象第二集，告诉人们有关现代真人因果真事，以及有关行善的正确观念，又告诉人们如何应用最近发现的原理来培养孩子成为天才神童，要怎样改造了自己的命运。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com underscore html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publication 反斜线 how token g our fate underscore copper underscore small ejpg 封面。此书是云鹤教授《不可思议的因果现象》第三集，告诉人们许多感人的现化真人真事的因果故事及有关因果现象的原理，值得世人借鉴。此书附录了香港真人真事因行善而得善报的实录故事。为什么相信因果的现象？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com underscore html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publication 反斜线 why believe in quote underscore copper underscore small ejpg 封面。此书是云鹤教授《不可思议的因果现象》第四集，云鹤教授继续的调查研究，透过受访者填写的问卷、来函、投稿以及云鹤教授亲自采访而收集了许多有关因果方面亲身体会的实际经验，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见证和内容十分动人的都一一收录于此书中，非常值得世人参考和警惕。人为什么要行善更要求会？不可思议的因果现象第五集。本书的内容除了自序外，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因果方面的真人真事，其中共有十几个实例。第二部分是人为什么要行善更要求会，内容包括智慧的重要以及应当求得那些重要的智慧，以便作为修持的方向，将来可以解脱烦恼，获得真正的快乐。第三部分是与美智癌专家雷九南博士研究的见证和启示。学佛之根本意趣。The basic purpose of following the Buddha. Description.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com underscore html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publication 反斜线 follow Buddha underscore copper underscore small jpg 封面。人生所为何事，茫茫生死事难知，应顺法师这本学佛之根本意趣，为大家开示学佛是人生向上之事，并比较其他宗教，说明我在宇宙之间为何透过念佛学佛，去除贪、甜、邪见、慢、疑，净化自心，利他为上，此书甚值一看。此书中因何必，不妨推荐给你的英语世界朋友。In this short article, the Venerable Yuan Shang explains to you the basic purpose of following the Buddha. Yuan Shang also compares the teachings of Buddha with other religions. Yuan Shang is of the view that to follow the Buddha is an advancement in life.戒杀的宣言。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com underscore html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publication 反斜线 cover underscore small jpg 封面。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种种物。种种果，种种蔬菜，种种水陆珍味。
而人又以智巧秉之，耳之，言之，坐之，烹之，泡之，可谓千足万足，可苦复将同有血气，同有子母，同有知觉，觉痛觉痒，觉生觉死之物而杀食之，其理也哉？莲池大师苦口婆心向我们说明戒杀的道理，不杀的慈悲，加上弘一大师的诗句和丰子恺居士的图画说明，此书甚值一看，图文并述，语言浅白，却字字珠玑。特别推荐，为什么不能吃它们？放声问答。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com_html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publication 反斜线 release life_cover_small_jpg 封面。诸余最终，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现代人已经是杀生食肉味无不妥的事，不明白放生积功德的好处。此书以简单的问答形式来解答人们对放生的疑惑，文字简洁，值得推荐给身边还未明白戒杀放生的功德的亲朋好友。诗曰：奉劝世人早吃斋，人性悟性一处来，忍心杀食同胞肉，将心比心时可哀。肉字本是两个人，迷人不知大口吞，吃他半斤还八两，算来还是人食人。特别推荐放生与护生动画，放生问答及素食的利益。事情还不止这样。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com_html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publication 反斜线 me_the_truth_small_jpg 封面。把人体埋在地里，然后哭泣一番，叫做归于尘土。把动物丢进水里，然后点一把火，不方便叫做失水，不晓得要称作什么，只好命名为汤。朋友的太太生了个儿子，短短几个月内，夫妻俩就为他们的 baby 拍了上百张照片，记录孩子每一时刻成长的喜悦。同样来自爹娘，人类养殖的经济动物却早已找不到自己的双亲。走过短短几个月苦闷的生命，纵然他还是个 baby， 记录他曾出现在地球的只有桌上一堆堆被人啃剩的骨骸。王凤仪言行录。王凤仪善人，生于清同治三年热河省朝阳县，自小给人放牛，长大为佣工，自幼就很有孝心，做工忠实。35岁时见义勇为，为救友人杨伯，誓死前往，行于中途，黑夜见白日而明道。自此讲病劝善度人化世，垂40年。读完这本书，您将获得无上真理。参看《五行性王凤仪言行录》节录，圣贤家言录。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_html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publication 反斜线 stage collection underscore cover underscore small jpg 封面。是京兆法师有感世道衰颓，为利益社会国家，挽救世道人心，特将此本圣贤家言录出版，寄望有缘人士能各手持一本，作为待人处事、修身治家的凭借，及每个家庭能圆满。此书由是京兆法师的贤徒黄建森教授写序删修，并赞叹这本书是如同久旱逢甘露，具有醒世价值，值得出版。人生观 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 underscore html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publication 反斜线 philosophy of life underscore cover underscore small jpg 封面。人生在世不过数十载，三寸气断，遗弃了莫大财产，可爱夫妻，可爱子女，若到此时，家财珠宝何在？夫妻儿女在那里？看人生这样，有何用？人生是空矣，有形财物非永久，仅暂借看而已。古人云，世事沧桑，无限感，人生梦幻，有谁知？此书人生观希望为大家带来一些反思及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如何救赎堕胎的罪业 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 underscore html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publication 反斜线 abortion underscore cover underscore small jpg 封面。据香港报章于2003年8月14日报道，有 62% 受访香港女性若意外怀孕会接受堕胎。现代医学发达，加上社会形态变迁，许多妇女渐渐视堕胎为稀松平常的事，甚至把堕胎当作节育的一种方法，而不知道堕胎是佛陀所说忤逆不赦重罪之一。有见及此，上载此如何救赎堕胎的罪业一书籍推荐佛说长寿业罪经电影版，希望能警醒现世人堕胎是重罪，并教导那些不知罪报而已犯下忤逆罪的人救赎罪业的方法。如阁下身边有亲朋曾经堕胎，敬请能向他们推荐此书籍《佛说长寿业罪经》电影版 3CD。 网站所上载的善书佛书若有错漏地方，恳请各位大德多多包涵，亦欢迎大德不吝赐教。 www.agnamomata.net Description C 冒号反斜线 backup website 2017反斜线 public underscore html 反斜线 images 反斜线 chapter 反斜线 previous skip